What's up？ 大家好，我是 Chris 邓子婷。今天我要教你做一个有氧的动作，架重训。所以今天我有一个杠，一个 bar， 然后我上面加了一些重量，但是你不用加重量，你要用只要用 bar 也可以，你要用哑铃也 OK。然后今天要教你的是叫 clean and squat。clean 是一个动作 ，squat 是另外一个动作。squat 我相信大家最近有听过，是叫深蹲。clean。不好意思，我的中文不太好，我不知道 clean 要怎么去翻译。第一个动作是，我们要把脚放在肩膀的宽度，然后把手也是拿到大概肩膀要宽一点点的，所以我会找到在 bar 上面有一个线，我就这里会拿。那你记得你要拿 bar 的时候，你要背要直，要挺胸，因为如果你不挺胸的话，你的脊椎就可以歪掉，那就可以受伤，所以大家要小心，记得挺胸下去。记得要挺胸，你看我的胸，我的背还是直的。所以第一个动作是我要把这个 bar 拉上来，我就用很大力的去拉上来，拉到最高，然后我就要把我的身体放在下面接它。所以我做一次快的给你们看。所以这是一个，所以 clean 就是这个动作，你下来到膝盖，然后记得要背要直，背要直 clean 就是这样子。就要加 squat， 你要记得你要把你的重心放在脚跟那边，放在脚跟那边，然后下去，记得你的腹部要 hold 住，然后胸要挺着，然后下去，膝盖到90度都差不多了，然后就上来，用脚跟的力量去上来，这样子你的屁股才会翘，然后你不会用太多大腿的力量，所以下去90度上来，所以这是 squat。就这样子，今天我要教你们另外一个可以燃烧脂肪，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腹肌，所以我们不用怕要去练出来。其实你燃烧脂肪的话，你的腹肌都会自然。我们要把脚放进去 TRX 这里，就那个脚上面那个部分，然后我们要到伏地挺身的那个姿势，会这样子直，手放在大概胸部的那个宽度，然后前面，然后要上去。就会用腹部，然后就开始跑，不是这样子跑，是要快。然后记得你的背不要弯下去，弯下去的话你就会伤，一直要用着你的腹部去撑住，然后就跑。然后20秒，休息一下10秒，重复6次，我跟你讲，很有效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Chris 邓子婷。最近我有在练拳击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学了一个很酷的、很有效也很好玩的一个动作。这个对你的腹部很有帮助，而且也是有氧动作，你会流很多。第一个是你要把你的脚放在大概你要打拳击的那个姿势，所以大概肩膀的宽度，然后肩膀要往前。然后把这个是很轻的一个石棒，大概5公斤。然后我们的动作很简单，我们就是要做180度转，然后转，但是你的头跟你的腰不要动，尽量不要动。然后每一次转的时候就要踩一步，慢的话我就这样子做，一二，你看到我的肩膀是完全是左边然后右边，然后我的脚也是左边的时候往前，右边的时候往右。示范一下给你们看，慢慢先开始慢慢做，然后加速，然后再快一点，20秒，休息10�秒，重复6次。跟你讲，你会跪下来，没办法做，没办法动，我快要了。